为了配合今天的主题，我们经理人 Sam 都会决定取热闹。怎样打动到你啊？你可以咁系咯？你系咪咁少有身体咁性感？其实就是因为即系平时都是真的比较少会性感，即系呢个嘅路线咁啊，同埋我觉得配合翻呢个品牌啦，咁我觉得其实即系即系时装同内衣系绝对系可以即系配合埋一齐都着得可以好即系好 fashion 嘅，咁同埋我会觉得即系其实我觉得间唔时都可以冒险下嘅，即系因为过多几年自己可能都会冇呢个勇气嘅，真系嘅，即系好似我参加个真人 show 一样。即係都係要，即係我覺得一個 artist 係應該有時係要試一下啲唔同嘅嘢啊，同埋要真係要挑戰一下自己啊！喺韓國跳舞嗰一刻又俾導師話喎。其實是會覺得不慣，未唔習慣的，因為你 artist 始終你要真係放低你一個 artist 的身份，即係重新好似一個白紙咁樣去俾人去comment 你啦，咁但係我覺得係好嘅，有時因為我哋喺自己 social media 即係會好容易會即係永遠都係正面嘅，因為啲 fans 一定會撐你噶嘛，咁你好少會聽到嗰啲好負評嘅嘢，咁其實今次咁即真係可以話好坦蕩，將自己最真嘅一面去俾觀眾睇，或者拎出嚟，就係某程度上都會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嘅 refresh 嚟嘅，係啊。